所以咱妈祖婆的信徒啦吼，啊，今年多是咱西部二十尊啊，第118年啦吼，咱的甲午年啦吼，啊，是咱的农历4月16日，是咱年中二啦吼，迎妈祖大好的日子啦吼，啊，就对咱南庙乡的南门妈，因为啊，都天庙乡的内妈祖。啊，永和宫的下家妈，甲万年宫的顶家妈，互啊共同绕境祈福啦吼！啊，欢迎咱所有咱的善男信女啦，共同参与这西部二十尊118的这个爷妈祖圣会。因为妈祖吼算。啊，甲咱温尊啦吼，啊，完啊祈求咱万民百姓啦，拢会当五谷丰收啦吼，啊，出入平安，吼、哦，事事如意，吼、哦，大赚钱啦，一年一度啦，啊，祈求咱万民百姓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感谢大家，好、哦，谢谢。